家属无理取闹乱骂，医师受不了怒吼啦。80几岁的阿公胃口不好就很累，他儿子就把他带来我们急诊，发现说有一点点泌尿道感染，已经治疗了1个礼拜了，听觉怪怪的，我这个放他回家会出事情，我就帮他安排断层扫描，你做完了竟然发现盲肠破掉造成腹膜炎了，家属就暴怒，你们就是误诊啊，拖那么久，如果不是我细心去做断层扫描的话，我说你永远都不会找到。周六周日下午5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了。